필요없죠. 라인을 속에 가득하죠. 그댈 향한 그 설레임이 보이나요. 내 맘 속에 그 속삭임이 숨겨왔던 마음 줄래. 내 손 잡아줄래. 난 너를 놓지 않을래. 기다릴게요. 是帅气性感的路线，最近的又一性感力作就是 Flashback， 团员个个大秀美腿及性感舞步，可爱的三人子团橙子焦糖更是才在九月初发行了最新的日文单曲，走的是超童话的梦幻可爱路线。今天的韩星仿妆 PK 赛就要指定挑战 After School 中的 Nana 以及橙子焦糖中的 Liz 的造型，今天的两位仿妆达人请加油喽！
好的，是小虾肉，对，那我们再看它素颜的部分，三二一。素颜哎、欸，素颜，素颜哎，我跟你讲，你们看我等一下脸有没有红，你们就这样子，真的就知道他有没有成功了。所以素颜已经有多少分？哎，我觉得素颜还不错哦，素颜看起来感觉是蛮清秀可爱的。好，那我们现在看另外一边，三二一，哎呦，哇，如何如何？一号仿妆达人嘉荣，平常的工作是为模特儿。对于彩妆有强烈的兴趣，觉得彩妆在个人的造型上是不可或缺的，最重视彩妆在五官上呈现的完美比例，了解自己的优缺点，透过彩妆让自己更加美丽，是嘉荣觉得彩妆最神奇的地方。建恩哥可以吗？有点像，有点红，有点红，没有建恩哥的红。红红哦，哎，真的有点像。三峰，哎，真的，哎，你们该不会是？弄真人来吧，不可能，建哥，但我现在让你可能失望一下，对，颠覆一下你的心情。等等，接下来这阶段是我最幻灭的阶段，也是我本人最害怕看的一个画面啊！那就来，三二一，哇塞，哦，哇，哎，管玉正，你刚刚反应太惊讶，我觉得还是蛮可爱的，吓到我着实的吓到我。他是嘉荣啊，其实嘉荣呢，给我的一种感觉啊。是它有可爱跟成熟的综合体，其实都有，没错，对。哎，乍看之下呢，我觉得它整体分数不低哦。哦，老师，还是说 我听到 keyword 了，整体分数不低，还是说我是因为喜欢这型的不准？也有天机，对不对？难说。那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好了，好，素颜的部分，素颜的部分呢，等等等等。哎，其实它素颜的样子。整个气色很好，对，大概会只有17岁之类的吧。他几岁？几岁啊？28。我看好棒哦，小朋友。对，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他化完妆的样子，因为我从这边看呢、啊，对，是化完妆的样子。应该是有28了。来看一下好不好？来，真的，不一样了吧？二号仿妆达人 Sophia。平常的工作就是一位彩妆师，接触彩妆已经7年，闲暇的时候也很喜欢在自己的部落格里教大家怎么画彩妆，最擅长的画出立体又深邃的外国人眼妆，我觉得还是蛮好的啊，很成熟啊，而且他的眼妆看起来蛮精致的，但是当然因为我们要仿妆，所以我们还是要参考一下原来这个我们的韩星的妆容是不是真的是这样的风格。是，好，所以接下来他要把面具拿下来了，各位恐怖啦，看，三二一，噔噔，不恐怖，不恐怖，不恐怖，没有，但是我觉得真的有就是18的感觉，哎，可是他真的皮肤保养得很好耶。但是我跟你讲，他的基本脸型就像娜娜，对对对，的确是娜娜的样子。好，各位，今天呢真的是一个复杂的韩星仿妆 PK 赛，没错。在我的心里面呢，其实这引起的涟漪啊，很难熬啊。还有，对，我会继续加油的。好，所以接下来我都已经乱了分寸了，我们要干嘛？接下来我们来 PK， 好，那我们就来 PK 吧。今天有明星脸的嘉荣要来模仿可爱的橙子焦糖丽，还有妆前妆后差距有10岁的仿妆达人 Sophia 要来模仿性感的 After School 中的 Nana。看到建恒哥小鹿乱撞成这样，相信大家也超级期待的，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好，今天的这个仿妆 PK 赛呢，我们看到两位女生啊已经很热烈的在进行这个 PK 了。是的，对。那因为呢，虽然是 After School 呢，但 Nana 跟这个栗子两位都是这个橙子焦糖的成员，是对，所以呢，他们同时可以展现成熟跟可爱的一面，这样。而且确实这两种妆感，因为一个特别强调这个眼部烟熏妆的层次，稍微性感一点点。那另外一个呢，它就是比较魔幻、比较梦幻，有一点点像那种我们在讲这种日系的。猫眼的，对对对，比较可爱一点点。老师，你真是聪明。为什么呢？因为最近呢，橙子焦糖呢，他们日本所推出的日文单曲啊，
就是重新演唱当年日本的 Candice 的歌。哦、oh, ，Candice。所以你看我讲 Candice， 老师就知道的啦， oh, 对不对？就是可爱一点，可爱一点的。所以呢，在今天呢，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妆容啊，应该会有一个成熟里带有可爱的风格感，然后可爱里面又带点点俏皮的感觉。对，不过对娜娜来讲呢，要呈现，因为娜娜其实是年纪不大，可是呢，她要做出那种成熟的风味，可能必须要靠一点在妆容上面的一个搭配。嗯、我们的 Sophia 应该是没有这个问题，因为化上妆就是成熟。哎、欸，真的耶，本身年纪也到熟女的年纪、欸。你好意思说人家？所以我从这个地方看看这个。我们两位正正在画的这个参赛者啊，对啊，我真的觉得好像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就好像是我在一个演唱会的后台，或者是在我们在化妆室看陈子佼他在上妆的感觉。哦，对，我现在真的有那种 feel 哎。现在我又是在看你这么兴奋，有吗？真的，因为你坐立难安呢、欸。坐立难安呢、欸，这椅子不太好坐。对啊，来看一下现在嘉荣目前的情况是。现在还是粘假睫毛的，粘假睫毛，你眼已经画好了。对，眼影不太一样啊。因为等一下补妆的时候再补。对，这个老师不懂了。老师你有教过？对对啊，就是要。贴上去之后再画，再去强调那个眼线，然后我觉得他这个嘉荣的眼线其实有一点点小小的玄机，嗯，就是啊，他其实把那个眼线，一般我们画勾上去的眼线都是平拉，但是你会发现他现在没有戴假睫毛，他的眼睛是一个半圆弧抛物状在勾上去，有点像那个。云霄飞车的感觉，对，我觉得这样蛮可爱的、啊。对，他就是利用这样的方式，让他的眼线变得比较可爱。好糟哦，你很有智慧耶。对呀、啊。嗯，你看我第一次形容你真有智慧。对，真的是。他还说我觉得这样蛮好的，我还第一次听到哎。没有啦，如果今天来的人真的是一开始我就失望的话，这一节就异性难算。但我真的现在我对这个嘉荣是有一点抱持的一种期待。期待哦 ，OK。那另外一位参赛者，另外一位参赛者，我觉得他本身条件不错。你也要关心他彩妆的问题。我觉得可以关心一下，画的怎么样？还好吧。好，那我们再回到嘉荣。好过分，不能选人哥，你要让他讲一下妆容。我要讲这，我忘了，他还没有讲这啊。我第二天的重点，妆容重点是重点，但是我的眼睛眼型是比较圆，所以我想拉长一点眼线，然后眼睛在下眼影的地方要熏长一点，让眼神比较细长跟迷蒙的感觉。然后用一点咖啡色的眼影做晕染。嗯，他们都很专业哦，都会讲出这些专有名词，没错，对啊。哦，那他们在画的同时，老师有没有什么建议要给这两位呢？其实我刚刚看娜娜，她是先用手上眼影。哦，其实一般我们做烟熏妆，很多人都会害怕，就是说怕晕得不好，看起来像这个眼睛被打肿。那用指腹来上的话，就要更小心。你在使用这个手指头上烟熏妆，我会建议大家，你先抹滴一抹，就是先把颜色放上去。嗯哼。第二个是。推，把颜色推匀，推出层次，是最后再按，把这个饱和度更加强，所以一抹二推三压是一个很重要的用手指头上烟熏妆的重点。剧可能常常都在教大家怎么贴这个上睫毛，对，这个大家都越来越上手，但事实上以韩妆来讲，下睫毛也很重要。啊，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技巧好不好？好，你就先把它剪成一段，对，先剪成一段一段，然后就是小片的上睫毛胶之后，然后再先最尾段的部分粘上去，对，那小片它会很快就掉下来，所以要小心。对，你看他真的是非常知道那个节奏感，而且呢有步骤，而且我们之前教过，感觉上他有总复习过，对，这样子是不是？不是吗？对啊，真的有那样的感觉。我这个意思是说，你的称赞可以赶快结束，然后问下一位了。您下一位已经访问过啦，你看是最近在嘉荣身上，对啊。Sophie有要贴下睫毛吗？但是我会做一点小心机，因为我看到那个照片，它的眼尾呢，它好像有一点那个线条感，就是在眼尾这边，就是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眼线胶或是眼线液比较浅色的 OCT， 让这个眼尾有延伸的感觉。嗯，这样蛮厉害。这也是真的是很多小技巧。对。